换型号，先退掉了啊。啊，这个核心的一定要先退出去，免得碰到哈。嗯，好。放下去就可以了，随便下去就可以了哈。像这个标准年龄呢，要用这个。哪个啊、哦？就这上压的部分。就是这个不，是这个部分对吧？啊、哦、好。这个是飞镖，我们懂了哈。啊、哦，要不更，要现在要更换下来。更换下来。啊。就这个螺丝。这个后面的小螺丝，这边有个小螺丝，这个叫弹簧的哈。它不应该放在后面哈。弹簧呢是同一个通用的。通用的哈。弹簧放到这里面了。这个不应该放到后面。怎么讲呢？有可能。这个也是关键，这个是要顶到哪里？这个就是把这个螺丝顶到。哦，这两个螺丝要对应。要对应一致。这个高矮可以从这里调，但是这个要一定要对应在一致。灯会亮就好。好，灯会亮就好了哈。这个是起什么作用？高矮吗？这里要。哦，不够高，整个要下来。你整个下来是哪个部分下来？所以说转这个螺丝，这个往下走。这个是手举螺丝。下，基本上在调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的高矮，这个地方的高矮是通过这个螺旋下来，下来到了这里哈。到这里，这里以后呢，注意一下这个螺丝孔，这个螺丝孔一定要对进去，要不然是不会平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外面的三只抓角是固定作用，一定要打在外圈的平面上啊。那么轴承怎样转动的，是靠这个新轴带动轴承内圈。内圈转动。OK， 可以了，清楚。压下来呢，基本上这个中间呢是小的轴承呢，我们基本上调到120的高度。130。然后到130，我们就调这个压力调到130。那么第二个是调整这个探头，对吧？好。探头我的脚先调好，脚先调好哈。这是噪音，对。高矮是通过上面来调。
但是不能碰到滚花哈。那滚花是吃不了的，吃不了哈。对，啊，这样差不多了啊。啊，就是在这个割道的中间，割道中间位置 OK 可以啊。那么这个压力有需要讲究吗？哪一个压力？这个是理光压力。这个是没有压力的。这个没有压力的。这个呢，基本上我们调进去。碰到进去里面，稍微进去里面可以。啊，这个不需要太大的压力。嗯。啊，行。那么这里就是碰到就可以了哈。好，看你这个是多少分贝？我们这一款产品是。我们这一款是多少？32分贝。哈，32分贝，我们测量一下。好 ，OK。这个是开关，走轴开关，对吧？开关 ，OK。转动开关。分贝，你这个标准32分贝呢？我也调整一下。啊，现在是。好，这个主要是，那这个就是在这一档哈。这一档，第二档哈，35分贝。第一档。好的，35，29分贝。等等哈，现在是29分贝，我们的样件是32分贝。那么刚初次调试的时候是29，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把它调整到32哈，调整到32。那么我们会每一款产品我们都会提供一个标准件的样件给你们啊。好了，这微调就在这里。我们要几次反复的核试一下，是不是多少油漆？啊，多少振动是32啊？这个地方先拆出来，用006的新轴给拆出来。啊，首先先要把这个推出去，免得会碰坏这个探头。这个探头很重要，就往回要走啊。把这个调高，恢复到原先的位置。啊，好，我拍一下，这个是这个上模的，你把两个放在一起。好，这个是这两个，对的哈。标准的型号打上，哎，把型号打好的，好的，可以，好的，好，可以了。对，我们到时候把模具一步一步的给它铺在一起，哎，打好的。那它画布经过它这个上面那个垫片，然后慢慢关上。哦。先关掉好了。往那里关。要换掉。产品就这样子。